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生活百分百。那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美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川普税改。据说呢，税改实际上给很多开公司的人带来的这种收益和价值哈，比这些这个上班打工的人带来的好处更加的多。那么我们今天就有请到加州著名的华人会计师何美慧女士来到我们的现场。对，何女士您好。你好，张主任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我们想请您跟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来谈一谈哈，就是川普税改到底对美国的公司经营有哪些的影响，它的好处是什么，或者它的这个价值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说从税改之后我们开公司就会给自己能够省到更多的钱。对对，好，这个今天是这样哈，川普的税改其实是很颠覆性的，跟他的个性一样啊，他把这个整个的美国的税制从那个就是属人主义，也就是全世界的收入都要到美国来报税，变成是一个属地主义，也就是说只有美国在美国赚的钱要在那个美国缴税。那这个呢，他又没有做得很彻底，就是说你那个只有 corporation 就是 C corporation 有这个福利，如果你是其他的那些所谓的 pass through entity， 也就是说什么像 LLC 啦、S corporation 啦、sole proprietorship， 你的海外的收入就完全100%要缴税，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变成是一个所谓的有点混杂的一个制度。好，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另外一个就是不公平的地方，就是如果说你这是一个，即使你是一个 corporation， 你在海外成立一个子公司，那么子公司分配的盈余，你就可以不用缴税，可以100%的那个扣抵。但是呢，如果说你是在海外成立分公司，也就是自己在海外去营业，那么呢，它的那个盈余呢拿回来呢，还是要100%要缴税。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不公平的现象。那等于说实际上我们就改变一下我的公司注册形式就行了，比如说我原来那个那是我的 branch， 对，那我现在重新组织一个公司，然后算是子公司，我就可以享受免税，对吗？对，没错。对，那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实际上就是大家都这么干呗，没有什么妨碍，对吧？对，所以现在很多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那个美国那个律师跟会计师现在都在研究要怎么样可以避开这些税嘛。对，那它还有更不同的，就是说比如说你的收入，你是啊，不是每一种收入都可以海外的投资都可以免税的。如果是你的海外是 dividend， 就是股息利息啊，或者是那个 rental， 就是那个就是不是一个 active 的 business 的收入，你的海外的收入也不能够免税的，所以它还是要拿回来缴税。这个就是所谓的 support of income。这个等于什么？如果我投资比如说韩国股市或者日本股市，我在那儿赚的钱，这个还是不可以免税，还是不可以免税。对，但是我如果去我的美国的公我的海外的公司是像 Apple 一样，它是在什么做那个就是做那个 Apple 的那个对，做消费品手机，那这样就可以，它开工厂就可以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它是一个active 的 business， 就是说他真正的是在做生意的那种的，那个才可以说是100%免税的。那您觉得这样就是我听到一种观点哈，就是说这样的话他是有利于他回流美国呢，还是说有利于他鼓励这个企业继续在海外待着呢？你可以想见呢，如果说你这个工厂开在美国，你的收入不是要缴税吗？可是如果你的工厂开在海外，你的收入就不用缴税啊，不是吗？对不对？但是他好像还有一个办法，川普他们说如果你不在美国开厂，你比如说你在中国大陆生产的手机你拿回美国卖，我要收你很高的这个关税的，不，所以用这种办法他可能还是要鼓励企业回流，尤其是制造业回流美国。可是关税不能够随便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有那个 TWO 哈，就是那个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他有一个限定，你不能随便加的。对啊，或者是说你不能随便 subsidize 你的那个出口的，这些都有限制的。对，是呀。所以，
所以说你只是我们只是今天站在一个观点来讲，就是他们到底会不会把钱拿回来，我绝对不会，因为他们在海外，比如说他如果在海外一个只有5%的税率的国家去做这个开这个工厂，那么他就可以在这边省，对不对？省16%的税嘛。所以也就是说，他们还是不会说把这个钱拿回来的。对呀。那您觉得，就说，除了您刚才讲到的这个 C corporation 之外的话，像其他的一些企业的形式，对他们的好处是什么呢？其他的企业的形式，你要讲的是本地的工厂，在美国的这些，对。对本地的企业基本上是也可以有一个好处，就是除了 C corporation 以外，那么它的其他的行业，比其他的那个企业形态，比如说 S corporation、LLC、sole proprietorship 就是那个独资，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是你的那个放在 Schedule E 的 rental。就是我的出租房，出租房，也可以有20%的免税。哦，对呀、啊，所以比如说现在的美国的那个最高税率不是改成37%吗？所以他再扣掉20%，所以他只要缴最高缴29.6%的税。对、啊，就是说我从37%最高就降到这个只有29.6%，我还可以更低，是这意思吗？我可以更低啊，因为比如说我的税率如果只有20%，比如说我有个是24%好了，我的税率是24%，乘上80%就多少？就不到20%了。OK，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每一个人每一个那个行业，如果说你的收入都低于3%，就是你的 taxable income。低于315,000，或是个人的话是低于157,500，那么你都可以拿20%的，只要是你是经营事业这样子。哦，那等于说这个新的这个税法，它实际上是鼓励我们多开小公司创业的。对对，是这意思吗？对，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是会计师，对不对？如果我到那个大的事务所去工作。或拿薪水，或者是说我到那个到 Apple 去工作好了，那我不是 Apple 的 employee 嘛，那么我的薪水是不能拿这20%的 cut 的，就是没有变化是吧？对，假定说我是赚30万好了，好，但是我如果我自己开业，我的那个我赚30万，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加起来赚30万，那么我这个30万我是可以哈，我是可以那拿20% off 的，对。那大概能去到多少钱呢？30万20%的话就是多少？6万啊。哇，等于说我只要自己出去跳出来开公司，我光这个税收一年就至少是省6万块钱。6万块啊，对啊。Okay, 好的，非常感谢您。谢谢。